唱口的自己有大家好啊，我是 Chloe 朱子瑶，今天有我们的琴师罗伦斯在这里，还有我们的吉他手史葛 Hello， 是啦，继续有我们的嘉宾神奇胶 Hello 神奇胶的日新和 Anson， Hello 大家好，是啦，之前讲到啦，其实神奇胶有五位成员啦，今天有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啦，那我们上一集都有谈过偈啦，即是讲过大家即是夹 band 啊，或者创作啊上面的嘢啦，其实咧我发觉咧，你哋早期少少嘅作品咧，都系比较胶啲啦，即系啲嘢。其实我好中意啲胶嘢，开心系啊，因为特别系即系譬如话我仲记得有一首叫做傻猪猪，你爱我什么？系啦，系啊，即系其实呢啲嘢，你哋本身系即系点讲咧？系边个嘅经历啊？系咪又系七六二啊？其实七六二嘅经历，其实咧嗱，傻猪猪你爱我什么呢首歌就好得意嘅，即系好多人听就觉得好似一首情歌，好 sweet 喎。其实咧呢首歌咧，七六二系当年系写嚟咧讽刺嗰啲情歌咧好滥情啊，所以佢写一首咁嘅歌，但系好搞笑地，啲人竟然佢有朋友 wedding 嘅时候都就可以播呢首歌，真系噶，系啊，系咯，跟住仲有，我知道仲有好多其他嘅歌曲啦，咁啊，其实呢啲主题大部分都系七六二啦。其实当年嘅鼓手啊 team 都有一齐谂嘅，即系都要佢哋嗰时都系大家坐埋，呢啲咪就系第一日一齊諗到三隻碟嗰啲歌，其中一啲歌名，即係突然間話：喂，我哋夾嘢啦，不如咁樣，跟住就淨係諗到啲歌名出嚟，冇歌嘅，我冇歌嘅，係啦咁樣。哦，咁其實大部分即係首先七六二佢會係作曲填詞，佢就以往嘅七六二咧就係曲詞一齊嚟嘅，曲詞一齊嚟嘅。咁但係近年因為我哋都有提過啦，我哋都會作曲啦，咁我哋隊友如果作咗首曲，咪俾佢填詞咯，因為其實咁嘅，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一隊 band 應該係有一個固定嘅曲風，係咪先？你可能諗到呢、這個，所以其實我一路睇你之前都好固定咁交嘅，但我哋個固定咧就係交喺啲歌詞度噶嘛，咁我哋其實固定嘅曲風就係啲歌詞啦，咁我哋啲歌詞又其實我哋曲風就好唔固定，坦白講，即係我哋曲風就真係唔固定啦，咁但係個內容啊，寫嗰啲嘢咧，都係因為都係出於七六二手筆，咁就我哋希望個信息上面係會比較固定啲咁樣。咁因為我哋其實寫自己歌嘅時候，我哋其實都想做到一個傳訊嘅功能，即係希望寫首歌係可以帶到啲 message 俾大家，有共鳴啦，係啦，咁樣咁啊，大家會有共鳴之餘，就大家都會再諗深一層啦，再有自己嘅思考嘅方向。即係每一首歌你聽完，大家都應該會咀嚼到啲唔同嘅嘢出嚟嘅咁樣。昨天在我
手的项链，你却未看过一眼。是啊，我改了啊，因为他们说最好不要唱得那么粗鄙啦，所以个 F 字头的字我唱了黑的，是啊，黑揽住黑的，是啊。这100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元，请即订购支持。